挺有孩子的。呢间茶室个名好有诗意，原来茶室嘅老板本身系一位诗人，为咗俾大家可以享受到一个优质嘅阅读空间，所以开设咗呢间茶室。外滩呢间系第三间分店，环境布置都充满意境。以为庭园已经够晒仙气，原来呢个水中厢房更加有诗意。在这里打卡一定羡慕死人了。讲了这么久，先喝一杯茶。这间店的茶呢就有几个系列的，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师茶，是由吴宗宪大师他亲自去泡制的。那我试试我现在这个呢，它就叫做雪梨，它是属于一种岩茶的，好香啊，现在很醒神和很舒服的感觉。另一个呢，而我这个呢是来自福建的白茶贡梨，它是有三至四年的茶龄，等我试一下。它这个呢很清而且有些回甘，我相信很多女士都会很喜欢。不懂冲茶的话可以请职员帮手，他们每一位都很专业的。